好了吧，确定还在楼上吗？鸡！你这甩把我甩到了，我操！你家门口一直晃晃晃晃。不要点，不要点，去哪点？我开车。明显他妈在防区呢。打打！牛皮矮子！你不怕他卡我们呀？这操牛皮矮子！我没子弹，有7.62吗，兄弟？3号，3号，3号。又来一个，往下点，往下点。炸倒了。打的论据还不是哎呀，我他妈的这不，太他妈，有了。